给您换好了，这是您的新钥匙。哎，我走了啊。谢谢啊。佳佳，陈阿姨，李叔叔，睡得怎么样啊？睡得挺好的。最近呢，还有没有做噩梦啊？没有了，现在睡得可香了。挺好的。其实我今天过来呢，就是想给你做几道简单的测试题，看看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。好。 我们看几张图片，不要紧张好吗？来看看第一张图。你看看这个，能联想到什么？嗯，像，两个小天使。天使。嗯，还有吗？还有一对翅膀。好。来。 看看第二张，乍一看像胡萝卜和白菜，不过仔细一看，像两个小孩在拍手。好的，那我们看看第三张图，像两个系着蝴蝶结的绅士。好的，最后一张。 这张像一只小狗，嗯，还有点像飞机的翅膀。那顾先生，我们单独聊一聊吧。哦，好。佳佳，叔叔呢？问你个事儿，你要跟叔叔说实话。嗯。你真的看见七大洲了吗？没有，我那天看错了。 佳佳对我今天做的罗曼测试早就有所准备。其实我准备了10道题，可我只问了4道，因为我觉得再问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这个卷宗2年前你看过，而且齐大洲死的这个案子是叔叔亲手接的案。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，今天你可以再看一遍。 真的不用了，叔叔，那天真的是看错了。好，看错就好。顾先生，我认为您应该多抽点时间陪陪佳佳，可能多关心关心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再坐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。还有事啊？到时候如果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。 就给我们打电话。啊，好，好吧，那我们走了，佳佳。再见，李叔叔再见。再见，好，再见，佳佳，我送送他们。嗯。这孩子的教育，得慢慢来，不能太着急，是吧？二位辛苦了。 照片上这个人，没见过。谢谢。大叔。
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